这个定杆啊就可以了，一点点的角度，嗯，7，黑球，局面应该说是对亨德利还是很有利啊，这一杆很有机会拿下，追平比分。 另外的一场比赛啊，啊，我们看这个行的附加距应该形势不好啊，看了几眼都是塞尔比在场上。嗯，高杆两库啊，这个力量应该是大了。14。 准备去进攻，右上角底带。哦，15。嗯，利用一杆准度弥补了之前走位上的这个小的失误，现在又把白球回到了非常理想的位置。 21. 26. 27. 黑球。 黑球这个角度呢，可以去处理黑球现在右边的这颗红球，这颗红球在这个位置还是对黑球呢做球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只能够做黑球右边的底带。哎，现在再把这颗红球给打掉。 黑球边上的红球啊，都被处理干净了。嗯，如果再不出现像第一局那样简单的失误啊，嗯，应该是亨德利的那局。 42。 43。喂，哦，危险！力量太大了。嗯。哦，哈哈。我们刚才通过镜头也看到这个亨德利探着身儿。 一直瞅着这个白球啊，觉得哎，怎么会这么大力量？这再走一点点啊，嗯，肯定是要落袋。一颗球啊，一颗球的距离。我现在看打进这颗红球，哦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台面上只有三颗红球了，最高的分值是51，正好是颜分啊，现在，嗯，进黑超分。 没有什么问题了。
这个力量又是大了。59. 64. Hendry, 好，一比一，双方将进入到决胜局。再来给大家播报一下啊，